简直就离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准备带幼婷去吃火锅，结果餐厅不让宠物进入，好在小姐姐让幼婷留在前台，还给她安排了猫碗。你在这好好待着啊，一会儿我就来接你。没想到等我吃饱下楼后，唱日出唱日落，哈利波特七十三种飞。 Sorry Sorry，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。什么我知道我红了，你们可以照相，但不能抱我，也不能摸我，我咬人可疼可疼了。上次幼婷意外在餐厅当迎宾，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其他老板嗅到了五一的商机。人家不仅包吃包住，工资还比我高，一个字。不吃完了，唱他上班的第一天。我没想到这届网友都是智多星，要我在幼婷旁边放个碗，这我必须安排。我的招财小猫幼婷，因为有锦鲤体质，导致老板让他在前台上班，结果公司的股票大涨，哇，连涨三天，真的很离谱。更离谱的是，最近朋友带幼婷去摆摊，没想到生意爆满。本来我以为都是意外，直到去年他被房企老板挖走，工资上涨18000，还应该这么有门路吧。还有这个新入职的同事亲了一口幼婷，没想到下午就开单了，甚至啊有他立马当线，把幼婷的画像放在工位上，后来新年年会直接抽中了特等奖。恭喜你刷到招财猫了，接下来的日子你会运气爆棚，兔年顺风顺水顺财神，快收下招财猫给你捡的新年玉兔，并来评论区许愿，记得回复谢谢小猫。Low, your boat has driven it on the street. Mol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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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iven it on the street. Aussi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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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这边是西有阳光区，你真有眼光。这一个就是牛龙，你们回家了有没有？龙龙太贵了，买不起啊。应该真的应该做不动。谁让你不爱了？我的天哪，三十五哎！这就是我爱吃的活力丰叶三合吗？你相当于鳄鱼这么好的吗？吃饱了才好摸鱼啊！最后给小姐姐来个亲。到点该下班了，又婷。今天同事来做气氛组，没想到幼婷竟然盯上了他的电脑，于是我们就送给他一台 MAC。 别的小公猫都在家睡觉，我假装在咖啡店做气氛组，实际上偷偷学习如何钓小母猫，卷死他们。上演你这个坏孩子，我不跟你们玩，这是一帮败家子，你继续偷看，你当我是瞎子，别找我了。Bye.
了个猫猫民宿，我选的是橘猫三剑客套房，老板说开门就能看到三只橘猫。嗯，猫呢？这是什么？哇塞，真的有大橘耶。嗯，原来第三只在这儿啊，太敬业了吧。这只一定是销冠，不仅贴心的介绍民宿，还给我免费升级的观景房呢，这服务堪比喵进海底捞啊。没想到我要退房的时候他非要和我回家，怎么办啊家人们。真没想到我家猫会招财，自从幼婷经常出门后，路上的小姐姐总会被吸引过来，她不仅成了迎宾员让我免费吃大餐，还意外被老板看中去奶茶店上班，我还收到了她在猫咖打工的第一份工资。为了早日躺平，我打算带她去摆摊卖花，于是这几天我采购了鲜花材料，第一步先洗花，然后剪掉花茎，吸收充足的水分。你们看看明天摆摊还缺哪些材料。姐妹们真的要借桃白白的吉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打算带幼婷去卖花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星座运势，得知这周有财运。下午吃完火锅，我努力包了3小时，万万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街上几乎没有人流。糟糕的事还有点串起，那你不去厕所？等你。没想到上完回来后，自从上次遇到小姐姐后，她今天又被女生害羞了，竟然吓到跳起来。为了安慰幼婷，姐姐还喂给她最爱的零食，结果这一扭头，嘿，幼婷，你在看什么？嗯，自从朋友看到我家猫会找东西的视频后，就想拜托弟弟在单身公寓找一下学生证。弟弟，你看一下，要是找到我就送你个头盔。依然没丢。开始地毯式搜索，看来有所发现。你怎么会有烟头呢？我一个人住不抽烟啊。啊？不是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呀？人家说的是学生证，不是烟头，你再好好找找。之后弟弟一直扒拉沙发。你在这掏什么呢？啊？没想到真的你找到了，这次多给你了弟弟。看，这可是故宫喵头款头盔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正当我以为他去闲逛的时候，你盯着人家娃娃看什么呀？该回家了弟弟。记得带个招财猫去打麻将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欣赏欣赏你听话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的，就好像 Are you ready to dance？家里的碗坏了，我便让我爸去营业厅。万万没想到，当我让我爸帮我养猫。由于今天晚上我要加班，想让我爸帮忙准备好晚餐，为了能吃上肉，我还特意留了钱和纸条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给我准备的。你对我和我心里都知道，我学学 Yes 不啦，学学 Yes。